老少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文哥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开个视频啊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正题。我们第一个红卡会是谁？肯定是没有内马尔，而且一水81啊，好奇啊你们。第二个包开不到内马尔的万恶，能开到谁呢？这回居然有82了，有进步啊。OK， 我们今天轻一点啊，室友睡觉了。我们看看第三个包，居然已经有86的人了。阿 Q 呢？他其实很棒啊， Kuna 每一代都能黑好几次。嗯哼，走了，凯恩啊。其实这一发还可以，因为现在有了 Base Icon SBC 的话，这些高 rating 球员的价格也起来一些了。开了个孔德啊，说到孔德的话，这今天的周赛打下来，我觉得我的后防线一定要赶紧升级了，有点真的不够用了，有一张垃圾黑。孔德我挺喜欢的，其实也算比较稳，而且它有特殊的奔跑动画，但是在这个阶段，在这个等级的周赛里面呢，真的已经有点不够用了，何况他搭档他的还是一个动态阿拉巴，真的也不太好使。这个包居然有走了法国的 CF， 所以又是一张高 rating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开不到什么黑内马尔什么的，知道要赖谁了吧？洛克森啊，今天走的到目前为止没有能用的。What？ 啊？你谁呀、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10000多块钱的货，这属于不给阿迪达斯面子。这应该得走吧，84+ guarantee 走了，又会是谁呢？又会是哪一个背锅侠？我还以为又是本泽马。What？ 而且我这一周真正好好，就跟上一周我真正好好想说斯特林该下了，这周我真正好好想说博格巴是不是可以换成坎特。我室友睡啊，要不然我这不得我这不得炸了，我房子都掀了，这我操啊！